现在先去踩点儿。刚才我们去岛的那，在岛上看了一圈，哎，岛上不行啊。然后现在又到河的这边来了，这边看起来还可以，不知道点儿怎么样。刚才那个岛的在岛上啊，那个点儿不行，就是正好被那个挡住了。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桥上好像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桥上能不能上去。这里反正不行的话，就只有去桥上了。桥上上不去的话，就 over 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这边景还真不错，我都没来过这里。啊，这里也不行，这里也被挡住了。不过这个油菜花开了，还挺漂亮的，上下步还可以。看吧，远处那个白色的就是 Mountain Hood 的，被挡住了，这又上桥上去了。好在这个桥上有专门的这个人行道，人可以上去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就真的彻底 over 了，打水漂了。这个桥上很近，大概从停车这里走过来的话，只要10分钟左右，马上就到了。这里噪音太大了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啊？现在已经到桥上了，我现在说话的声音已经是吼了，如果听不见就没办法了。现在是6点钟，离这个日落的话还有2个小时。现在云还没有飘过来，但是我刚才还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，大概再过1个小时，然后这边的云就飘过去了。就飘到这个胡德山的前面了，希望这个云赶紧飘，赶紧飘，赶紧飘，飘快一点。等了半天，结果云太厚了。就我这个方向啊，是日落的方向，就是西边嘛。然后胡德山呢，就我的后面，胡德山是东面。结果西边的云飘过来太多了，然后把太阳给遮住了。现在胡德山基本上没光了，已经。Hello， 我又回来了，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啊！上次没有拍到，今天又来拍。我今天看是一个大晴天吧，所以还是下午拍吧。下午拍的话，应该这个一会儿胡德山那里，虽然说现在是大晴天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云下在下面，把这个山给遮住了一些。一会儿山它应该会日落过后啊，现在离日落还有大概40分钟，
日落过后呢，这个山上应该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天空啊，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。然后这里这个景呢，适合用这个，上次我也说过啊，现在装的是一个80-400镜头啊，适合用长焦来拍摄，因为我们需要把什么呢？把这个河啊，这个是威拉米特河，在我们波罗兰叫，把这个河和远处的那个那些船啊、小船，就是有很多这个，因为美国呢，他们当地人很喜欢玩这些快艇啊、游轮啊这些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河和远处的小船当做前景。而且我的太阳呢是在这个方向，大家看，我的光这边是太阳射过来的光，然后我这样拍过去的话是完全顺风的。好，现在就等待日落吧。好，现在马上日落了，大概还有10分钟就日落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拍了。我先把相机给大家打开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怎么构图啊这些，我待会儿会边拍边跟大家讲。好，我先把光圈调到这个 F11， 因为 F11 的话是我们一般来说镜头啊最好的，或者说你调到 F8 也可以，因为我这样是用了长焦，我调到 F8 吧。然后感光度呢，你调到原生的最低啊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曝光。这个时候，构图呢就差不多了，大概我用了300的焦距吧。大家看，因为这个长焦镜头的特性呢，它把这个远处的 Mountain Hood 就是它可以无限的放大，放得非常大。好，我们就是要保留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中的前景，这个威拉米特河，还有呢就是这些小船，因为这样，因为光线是这样过去的嘛，它是完全顺光的。用这种长焦来拍摄风光的话，特别是像我现在用的快门速度是比较慢的，1/80秒对于长焦来说算是基本上最慢的安全快门了。虽然说我使用了三脚架，因为我现在是在桥上，它是天然有点抖动的，所以大家用长焦拍风光的话，强烈建议大家拍摄过后啊，你用这个相机的湿取影器给它放大看一下。看这个焦有没有对齐。好，我们现在等这个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再拍，落到这个地平线以下大概5分钟、10分钟过后呢，这边它就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天空，应该不过今天呢可能呢不一定，因为不是那种万里无云，因为那种粉红色的天空它需要万里无云的时候，今天呢可能会出现一点点，好，我们一会儿再拍。好，现在天空呢它是已经出现了一些粉红色了，而且那个不是云就是粉红色的那种天空。好，我现在先来拍一张啊。现在因为光线已经是比较暗了，然后我为了提升这个安全快门呢，我把这个快门速度还是恢复到80分之1秒。哎，我错过了一个亿啊！那刚才有一个飞机起飞呀、啊，跟大家，录视频跟大家解说去了，飞机都没拍到，错过一个亿。照片呢，应该是，像这样照片呢，我回去稍微处理一下，
就是区他还是比较满意的做法，虽然说谈不上非常好，但是也是还是比较好的吧。这时候就是如果在河中间啊，就是我这个画面上河中间如果能出现一个船啊，这样它在开的河中间是最好的，可惜没有。其实 很多时候啊，拍风光也是要看一些运气的。好，今天的拍摄呢就算完成了。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啊，我并不太喜欢拍摄这种城市，就这种人文风光吧，我还是更喜欢拍摄那种纯自然的风光。这个呢算一半一半啊，又有人文的风光又有自然的风光。然后但是没办法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公园啊海滩啊全部都关闭了，我都找不到地方拍了。然后度过这段比较难过的日子吧。应该现在是四月，今天是19号，我昨天也来这里嘛，昨天是18号。应该五月份吧，我们这边就应该五月初的样子，公园啦、啊、海滩啦、啊、很多徒步点就重新开放了，然后就可以在野外去了。一定要大拍特拍，我已经憋了2个月了快。在疫情期间能找到拍的都不错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啊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一定点赞分享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的频道，每周一期摄影相关的视频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下周再见。